日本出家人吃肉，韩国出家人吃大蒜，他们如此乱吃，是否不能上西方极乐世界？那这个不一定，因为这个佛给我们讲净土经啊，净土经最重要的三经一论啊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都没有说吃肉不能往生，也没有说吃大蒜不能往生，这是经上没有的啊。你要说这个不能往生，哪个经上讲的啊？其他经上讲那不是我们这个法门啊。我们修这个法门一定要这个法门经典里面所讲的，这经典上没有说，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吃肉也能往生，吃大蒜也能往生，哎，这是肯定。往生在信愿行，不在吃肉吃大蒜，这个小问题啊。但是我们要晓得，佛为什么叫我们不杀生啊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圆门托钵吃肉的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。今天南阳小城托钵啊，还是给什么吃什么啊，并不是素食。如果出家人一定要做素食，在家供养，每一天要煮素食给你啊，增加别人麻烦啊。所以佛法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绝不给人添麻烦，你们吃什么就供养什么啊。所以这个没有分别心啊，也没有执着啊，这是随缘啊。但是佛在大乘经里确实说过啊，那是菩萨慈悲心，不忍心吃众生肉。中国出家人素食，诸位要晓得，全世界出家人都没有素食啊，都是吃肉的，只有中国出家人素食。所以我们到外国去，外国看到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奇怪啊，为什么不吃肉？我们看他也奇怪啊，为什么会吃肉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历史的渊源啊。中国的素食运动是梁武帝提倡的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梁武帝以前出家人都吃肉的啊。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，念《楞严经》，念到佛说的这一段，他深受感动啊，那么他采取素食，提倡素食啊，于是这个素食运动啊就这样展开来了啊。所以素食运动啊是中国佛法，不是印度佛法啊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像外国人不吃素啊，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啊。可是我们到外国，因为我们吃素吃成习惯，闻到那个味道就不好闻，肠胃不习惯啊，所以我们还是采取素食，他们也懂得，也很尊重啊。那么至于吃大蒜，这是每各个地区这个生活环境条件不一样啊。你比如在这个热带地方啊，你看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啊，这个四川啊、湖南、贵州，这都是吃辣吃的很厉害的，它有瘴气啊。他这种生活习惯呢，在那边的时候
对他身体健康有帮助。啊，那么在中国，我们晓得山东人这个蒜吃的很多，啊，跟韩国差不多。缺点是那个地区地理环境不相同，啊，他必须用这个，他才能够调身，啊，他才能够防止一些疾病。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佛家戒五荤，啊，这个荤呢是素材，啊，荤不是肉食，肉叫心，啊，是荤心。啊，你看荤是草字头啊，啊，它是素材啊，啊，五种佛在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。这里有大蒜，有小蒜，啊，有韭菜，有葱，有辛区，啊，辛区当时中国没有，现在我们知道洋葱，啊，这性质相同。啊，那么佛为什么把这个列入戒条呢？禁止大家吃呢？啊，那么我们要问，当年世尊弟子出去托钵，那个在家人供养的吃不吃？照吃啊！啊，这个五心呢，是对于初学人。啊，佛讲这些东西，它影响我们身体。啊，离开这五样东西啊，帮助我们调心调身，啊，它刺激我们身体，生吃容易动肝火，容易发脾气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容易动嗔恚心。啊，熟吃容易产生淫欲的念头，是这么个原因。啊，所以禁止我们吃。诸位同修要知道，如果你们家里面做菜，放一点葱蒜调味，那个不起作用。啊，吃这个五辛呢，也要吃相当的量，它才会产生作用。那个量很小啊，不起作用。啊，所以这个菜里面呢，做香料配料用是虚可的。啊，这个戒里面九戒这一条，诸位都知道。啊，佛为什么要把这个酒列入众戒？酒醉了乱性啊，你就会做错事啊。如果酒喝的不醉的话，那也不出事情啊。往年李炳南老居士跟我们讲礼记，啊，礼记这个注解，啊，注解的人呢，早期注解的人呢，郑康成。正玄，他讲正玄的故事给我们听，啊，正玄酒量好啊，啊，古人常讲三百杯呀，三百杯的典故是从他来的，啊，他求学，啊，结业了，离开老师，老师跟同学给他送行，每个人敬他一杯酒，他喝了三百杯。啊，三百杯酒喝下去，连小小的礼节都不识。所以李老师讲啊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郑康成这种酒量，释迦牟尼佛这个不饮酒这一条就没有了。
佛制定的戒律都很有道理的，不是一个是一个不讲理的，它很有道理的。所以我们酒喝醉了会乱性，所以就要遵守佛的戒律。所以一定要晓得佛讲经的用意何在。佛制戒律那个旨意在什么地方，一定要清楚要明了，然后才懂得怎样去持戒。而且每一条戒都有开戒吃饭。每一条戒都不是死的，不是死带版的。什么状况之下应该怎样去做法，活活泼泼。你才知道这释迦牟尼佛之可爱可敬啊。他不是无理要求我们的，他非常有道理。而且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能过得很自由很自在。一点都不会怠慢。什么状况之下可以怎么做法。这是活的。戒律都是活的。所以你问这些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啊，这是如理如法的修学啊，求生净土啊，决定得生。假如这个五心呢真的会妨碍你的性情啊，常常发脾气啊，常常做错事，那你就不能往生了。这个要知道。那就不能往生。但是肉食在现代最好是不要吃。为什么呢？病菌太多。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许多人得的奇奇怪怪的病，那病从哪来的？吃肉来的。现在的肉不干净啊。你看喂的这个畜生的那些饲料，那饲料很不好。现在要用什么基因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这个基因饲料喂的这些畜生呢，将来吃的畜生肉人都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了。都变成不是人的样子了，那很可怕。就是科学进步会把人类毁灭掉了，不是一个好事情。